因为桃园八德合一住宅弊案被收押禁见的元凶集团董事长赵腾雄，透过律师向台北法院申请拒保停止羁押。今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评议，法官认为赵腾雄仍然有继续羁押的必要，裁定驳回申请，继续还押台北看守所。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因涉嫌行贿前桃园县副县长叶世文而遭到收押，今天下午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是否还有继续收押的必要性，最后法院裁定驳回申请，赵腾雄继续还押台北看守所。让我们来看看稍早的画面，应该没有再有犯罪灭证的防范的必要，所以提出了这一次的申请。那刚才法院并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那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收到整个裁定的理由之后，那我们再来做看法的决定。一个律师的转述，目前董事长的情绪还算稳定，那他的目前身体状况也都还稳定，所以一切都还好，谢谢大家关心。因为无法摒除赵腾雄可能串证逃亡的可能性，法官裁决赵腾雄还押。赵腾雄因桃园八德合一住宅弊案遭收押禁见，至今已经第16天。赵腾雄的委任律师得知裁定后表示，将研议提起抗告。新唐人亚太电视沈维彤、黄庭峰，台湾台北报道。